叠加感情线的粉色，搁清出白烟。三营消防队在控制火势了后已经离开，不过清洁队吹卡拉机继续喂，希望让沼气会使走出来。边仔有人到三间来压水降低温度，防止现场的沼气又搁烧起来。一个好半暝，南投市临时垦垦水的所在，家己来烧起来。清洁队赶紧联络消防队来拍火，并且做防火墙，避免灾情搁扩大。放置那个树枝的地方，树枝加跟那个树叶的地方哈，可能放久存久，好像就是好像堆肥那样，就一直闷，一直闷，闷到变起火这样。就是因为这两天天气太热了，天干物燥啊，那晚上的时候呢，里面那些沼气啊，就引起来这个自燃的现象。但老管无焚化炉，粪扫必须再去其他的管区处理。不过即阵啊，真侪焚化炉进行维修，停止收粪扫之下，可能是南投市已经累积800吨的粪扫，加上进前中兴新村来修正树木，再上真侪插奇怪，造成沼气伤过多，加上高温之下，家己来烧起来。目前南投市公所甲管府环保局联系，寻求解决的方法。现在其他县市呢都不收外县市的这个垃圾，所以弄成我们的县政府的环保局也非常的困扰。那么当然，这当中我们要谢谢县长有努力啊。那么跟台中市呢联络了以后呢，他答应呢我们给我们进场50吨进到他们那个垃圾场，但是光是我南投市呢就50吨的，每一天就有50吨的那个量。南投市公所表示，目前上重要是先处理这些粪扫，然后因计划来兴建粪扫转运站，而且会跟厂商协调，希望堆肥处理场会使赶紧运作，有效解决垃圾堆积问题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